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贪污案的四个被告许仕仁、郭炳江、陈巨源和关鸿生现在正在赤柱监狱服刑。新地执行董事兼副董事总经理雷霆、新地执行董事黄植荣等人星期二早上搭车去到赤柱监狱探监，他们没有回应记者提问，之后就乘坐惩教署提供的高球车进入监狱入面。其中郭炳江的代表律师已经就定罪提出上诉，案件将会排期处理。估计雷霆他们是为了和郭炳江商讨上诉这件事而来。按规定，在囚人士每个月可以接受亲友探访两次，连同郭炳江仔女早前的探访，郭炳江现在已经用尽了探访配额。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